笑了，最后这一点就是。嗯，小狮王那个穿天猴，点下面那个。就。我出汗了，一遍就出。Joey 老师。Joey 老师。Joey 老师。他是 Joey 老师还是 Joey 老师？这是什么风格？别叙利亚风格，你的脸看起来就不好看了，怎么不好看？上还有个逃难的，冻死我了，穿不起衣服。他家穿了个救生圈，管我，咱们就稍微不用。我一个救生衣就顺着嘛，他这个肩搞得好大，拉拉队的。只要我觉得我不敢跳，我一跳人衣服就这样。那不知道了，事实告诉我也是。我这个衣服啊，你别拍，我就跳了穿。对，我跳了几遍，跳了就不能播了，跳。来，一、三、二、一。你现在去哪儿呢？啊，叫那个车，然后我们本来在那个外面的那个停车场门口叫，然后司机都不知道在哪，然后我们现在只能进来，就在P6这块。我真的好冷，巨冷，爆冷，得赶紧下一下啥的。兄弟，要其他的吗？嗯，不要了。
单嘛，要拍一个在这个街道然后走的感觉。弥漫着毒气弹的氛围内，前面可不一般，走的路一般，才发现莫名其妙俘虏别人的脚印，自觉跟随节，这不是鬼打墙，虽然也不是妖魔鬼怪在对地方，被扰乱心智，导致目标理想被遗忘，早点理解透彻，早点逃脱所谓的规矩。站在下个维度等待你，当旁观者看你焚烧殆尽，我很担心。失落的表情很半醒，我把思绪光的进度撕破，在按个暂停。